哎，不，兄弟们，作为一个专业的赶海人，在海边找海鲜必须有足够的经验，翻石头也是。我的个妈嘞，这块石头下面到底有多少海星啊？我也顾不上数了，先捡了再说。有的老铁一进来就会点亮红心，因为他知道点亮红心可以增加自己账号的活跃度，而且还可以在各大直播间抢到更多的红包。不信就试一下。昨天晚上有好几个小姐姐托梦告诉我说，让我给她解剖个海参，说如果这个海参正经的话，就给我做个正经的海参炒面。那小姐姐还在吗？我感觉这海参挺正经的。此视频我也不好意思要双击了，主要是怕你们不给。如果实在没有击的话，加关注吧。来吧，帅哥美女们，今天教大家如何挑选这个好的猫蛤蜊，就是这种张开缝的，一碰它的缝又合上的，就是这种一张一合的，都是新鲜的。记住啊，这都是重点。要口的兄弟们啊，一定要学会的老铁双击，最后别忘了加关注，看我赶海直播。来吧，帅哥美女们，这不知不觉啊，马上又要过年了，这又要老了一岁了，真是无比的怀念童年啊！记得小时候随便拿着个小龙勺一摇就有货，可是现在不行了，首先得选对海域了。此视频啊，双不双击你们看心情，最后别忘了加关注，看我赶海。哎，这是哪位老铁留下的？这不要了，这啥东西这是？我的妈嘞，这不海参吗？哎，我知道了，这位老铁你可能不要了，那我就笑纳了啊。我的妈呀，来吧兄弟姐妹们，每当狂风暴雨来袭的时候啊，海边的礁石上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海鲜。这不狂风啊，把一大些这小海珠啊吹到这个礁石上了，太可怜了，我决定把它们放了。同意的双击扣个放，最后别忘了加关注，看我赶海。来吧兄弟姐妹们，这是我赶海的时候发现的一条多宝鱼啊，听说这个多宝鱼预示着多财多宝，今天啊我就把这个多宝鱼放生了，希望大家都多财多宝。有的老铁一看到这啊，二话不说反手拎一个双击，回手就一个关注，拦都拦不住。来吧兄弟姐妹们，有好多的老铁私信我说让我捉点高级的海鲜，比如说这个像龙王三太子啥的，但是我也不知道龙王三太子喜欢吃啥口味的，我给他准备了点鸡肠子啊，希望他能上钩，希望能捉到三太子的老铁双击，最后别忘加关注，看我。来吧帅哥美女们，这是赶海的时候发现的几条五颜六色的鱼，也不知道啥原因造成的，咱也别管了，直接把它的鱼皮扒出来炸至两面金黄，让隔壁小孩哭一会儿。有的老铁看到这儿啊，二话不说就给一双击，有的老铁反手机一个关注，拦都拦不住。来吧帅哥美女们，每当初一十五大潮前后啊，海边总是有货的，这个时候你们一定要带个桶来，很容易爆桶的。看看这么多货，其实吧，这个是我放的啊，只是为了拍个段子。看在我这么诚实的份上，能否给我个红心，加个关注，看我去捉皮皮虾。来吧，帅哥美女们，有好多的老铁私信我说，让我给他解剖个墨鱼，说如果成功的话，就会带领他全村的人一起给我双击。哎呀，我的妈嘞，怎么还有八爪鱼啊？这啥情况？这解释不清了。有没有知道原因的老铁？知道的老铁双击，喜欢大海的加个关注。来吧帅哥美女们，有好多的老铁私信我说这个海星怎么吃，我告诉你们啊，这海星不可乱吃，有的海星是有毒的，记着了啊。有的老铁一进来看到此视频这么正能量这么好，二话不说就一个双击啊，喜欢大海的加关注，我告诉你们怎么吃。这都是我的海鲜。我的都是我的，兄弟们见过这么多海鲜吗？见过的老铁双击，喜欢大海捉海鲜的老铁关注啊！这两天我出趟门。来吧帅哥美女们，前方发现鱼鳍，管它是啥，捞它。哎呀不行，这必须得管了啊，这不是个大鲨鱼吗，这海中的王者，兄弟们咱这个千万别吃啊，我建议把它放归大海。兄弟们你们觉得我做的对的话，老铁啊给个红心，喜欢大海加个关注，看我赶海直播。来吧帅哥美女们，有好几个老铁啊发私信说让我再发一遍这个彩虹鱼的视频啊，说看也看不够啊，真是五彩斑斓啊。这就是上次那几条彩虹鱼啊搁浅的视频啊，排成队搁浅了。第一次见到老铁们双击啊，喜欢大海的加关注，看我赶海直播。来吧帅哥美女们，有好几个小姐姐私信我说让我再给她解剖一个海肠的视频，说就会带领她的男朋友啊一起给我双击，那小姐姐还在吗？这海肠非常的好吃，有营养价值，有的老铁只见过没吃过，反手就一个双击，然后随手就一个关注，看我赶海直播。老铁们猜一猜哪个海星能吃啊？
很显然是我手上拿的这个能吃啊，旁边那个海星啊被鞋子熏臭了，而且它是有毒的，所以不要吃。有的老铁一进来感觉学到知识啊，反手就一个双击，有的老铁反手就一个大嘴巴子，而且啊很不情愿的加了个关注。请问你是哪位老铁？进来的男神女神，请务必留下你们的双击，因为双击可以提高你们账号的活跃度，早日开通直播权限。双击还可以带来好运啊，让你们事业有成，学业有成，爱情美满。这是一个抽海葵的神器啊，我今天把它拿来抽一下海葵，拍个段子。希望来吧，兄弟们，也不知道是哪位老铁给我带来的信。昨天赶海，我操，发现了什么？你看，八爪鱼啊！当时我就感觉到赶海是一件非常有前途的事业。如果是你给我带来的幸运，能否给我留下双击，告诉我，评论出来，咱们10:30左右赶海直播。